你不要仗势欺人。开玩笑，我仗谁的事了？你说清楚。你自己知道。太霸道了。我霸道？开了一下午会，终于按照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形成的决议。刚跟你出门，有人说要推翻就推翻，大家说说，谁霸道？毕主任，会上的决议啊是正确的，是公正的。对，不能随意更改。是啊，不能随意更改。是吧？都别说了。既然是会议做出的决议，在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之前，一律不得更改。是啊。对。好好好。你们厉害，你们厉害。这里不是我说话的地方。哎，毕主任，鉴于目前这样的态势，刚才吴主任在会上宣布的不同意见，一律不许外传。这条纪律有必要再重申一次。对，好，必须遵守，必须遵守。以前只了解欧洲的绘画，对俄国的几乎毫无了解，现在看起来真有点孤陋寡闻了。想不到俄国还有这么伟大的画家呀！俄国画派丝毫不逊于欧洲的。对，徐先生说了，列宾可以比得上法国的德拉克罗瓦，这个评价很中肯。俄国在世界美术史上根本就不值一提，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些无名小卒，是吧？嗨，这不是有人在课上借着名著赏析宣传共产党国家苏联，明摆着的，把共产党国家苏联同旧俄的画家联系在一起，这好像是常识性的错误吧？啊？你说谁常识性错误？哎，我这你太无知了，老蒋。太无知。老蒋。去领一下助学金啊！哎，助学金给他了。哎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过来看看啊！同学们，哎，快过来，过来，快快快！哎，抗议书啊！西化系三年级学生侯翔啊，不但的思想左倾，不但思想左倾，而且。还行动诡秘，咱们徐老师，吴老师，对对对，就是吴老师，对，就是教务主任负责人，吴老师包庇什么？骗人！发给助学金，我没说，铁打的事实，这是吴先生怎么了？什么这么热闹了？怎么了？您看吴先生，啊，西画系三年级学生侯翔，思想左倾，行动诡秘。训导处不同意发给他助学金，可是教务长吴作人是非不分，包庇侯翔，强行发给他助学金，此事影响恶劣，后果严重，为此我们提出强烈抗议，啊，好吗？你们俩跟我来一下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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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B 二三，我想问校门口的那份抗议究竟是怎么？是谁指使的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他俩写的，他俩贴的，我也是刚刚看到。哦，研究发放助学金的问题是我们在一块商讨的，他们一个学生怎么知道的？是谁泄露的？是谁告诉你们的？没人告诉我们啊。前两天你们开会，我在隔壁无意中听见的。是。什么时间？什么地点？这个周一在训导处。对，周一在训导处。对了，我听你们争吵得非常激烈，你还拍了桌子。对，整个会议都是你主持的。没错。这么说还是隔墙有耳喽。是啊。怪不得你们俩对这情况那么熟悉啊。是啊。接着说，还有呢？还有。接着说，你们开会的时候说撒谎。对，把话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说，听着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两个很聪明，知道顺着我的话往下编瞎话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没有在训导处开会，那是教务处。时间也不是本周一，那是上周四。我真不知道你们俩这样瞎话连篇，到底想包庇谁？对，咱们一定要把这根子给挖出来，对吧？把根子给挖出来。对，明白。
既然你们俩这么言之凿凿的，能把它贴到墙上公之于众，那总得有个来源吧？说说看。吴主任，你不要逼他们了。是我告诉他们。哦，毕主任，不会吧？既然我们的会议是有纪律的，会议内容是不能泄露的，既然我们最终已经做出决定，发给侯翔的主角。你怎么会说出去呢？你要是说出去，这不是故意制造风潮吗？因为我至今不同意。哦，那我还真的要跟你说道说道。是这侯翔的家庭条件不够困难呢，还是他的学业品德不够格啊？不是，根本原因是他的思想左倾，对党国不忠。那有什么言行吗？那他现在是共党啊还是共军呢？哼，要是共党共军，那就不是我们两个人在这争论这么简单了。对，他也就是一个小卒，是一个应声虫而已。嗯，应声虫什么意思？有的人来到北平艺专以后，解聘了对抗日有功的教授还不算，还在课堂上一味地吹捧共产党的国家苏联。对，吹捧苏联，有这么回事吗？有啊，徐校长讲，他们讲什么来着？列宾、列维坦、苏里科夫。对，他就是大肆的宣讲特讲。对，无知啊！哎呀，我的毕主任呐，毕主任呐，我请你听清楚，徐校长所讲的是列宾，不是列宁。这三位都是俄国著名的画家，是世界各国美术学院都要讲的人，是上个世纪的俄国人，知道吗？就像乾隆、康熙是清朝人，不是民国人一样。嗯，现眼了吧？真是丢人的你们！哎呀，还有一点，既然是徐校长所说，这跟侯翔有什么关系？这怎么能没有关系呢？啊，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是侯翔说我们把旧俄画家和共产党国家苏联联系在一起，是常识性的错误。真是无知啊！是啊，他说的没有错吗？说的很有道理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怎么，就因为这么一句话，他的思想就左倾了？哎，就因为这么一句话，他就不能领取助学金了吗？啊？你们两个是无知啊，还是有意？你们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你们这样的制造事端，是反对侯翔啊，还是反对我，还是反对徐校长？群众的心里更清楚。你们是有阴谋的，对，这是有阴谋的。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是，就是，就是。丁广伟山，既然这份抗议书是你们俩写的，你们俩贴的。既然你们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，是别有用心的，那么我请你们二位把这些蛊惑视听的抗议给我亲手撕掉。对，必须撕掉。撕掉，撕掉，必须撕掉。撕掉，现在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马上去，赶紧去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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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快呀！快撕呀！撕了！快撕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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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撕得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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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过分！什么东西？大家散了吧，散了吧！小丑跳梁，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个儿的脚。不能全怪那两个学生。这吴作人太厉害了。对对对，我马上进行。好好，我立刻去找那三位教员。嗯嗯。
爷爷，早点好了。我不吃了，你给我去叫车，我要到学校去。这您还没吃早饭呢，今儿又没课，去做什么？有课呀，他们每回都来接您的。你快去吧，我有急事。那也得把饭吃了呀。再说了，这么早，这学校还没上班呢。哎呀，就像你这么啰里啰嗦的，等我到了学校，人家早上班了。那也得把饭吃了。快去吧！就这里啊！哟，盼您急的，别摔着。来，搭把手。来，慢点。来，去北平艺专啊！哎，对了，您慢点，老人。快了，头晕啊！不，我头不晕，你快点的，我有急事啊！好嘞，您坐好了，闭上眼睛，头就不晕了。嗯，北红，徐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有课呀？有课，我开车去接您吧。哦，不是，都不是。那北红，我找你有急事。当着做人的面，什么话都可以说。嗯，好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三个留校的国画教员要罢教。今天刚发生的事情，您都知道了。快走。这个昨天晚上啊，他们到我家去策动我。我今天一上班，这三个人就宣布罢教。这辞退了申都之后啊，一连串的事情都是当局对徐先生的报复。这还是17年前那一套，只是比过去啊更凶了。哎，北红，你是怎么答复他们的？我说呀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们尽管另谋高就，北平艺专绝不会就此关门。嗯。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。他们三个人啊，我熟悉，向来都是那功夫在画外，一贯都是跟那些达官贵人们周旋，就是靠他们那些人给捧起来的。画格不高，人格又差，这样的人啊，走了好，走了好啊。他们走，我毫不可惜。那你怎么样？你可千万不要一怒之下辞职不干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以前只是你我二人，现在我们身后有一支队伍。白石先生，你是北平艺专国画系的一面旗帜，你的去留才是我最关心的。哦，这我听说，南京、上海方面要求您举家南下。北红，我要是走，我还能不告诉你吗？就是走，我也不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走。我人是老了，可我还没有糊涂。谁真心谁假意，我心里清楚。此话怎讲？我这次南下，这个当局对我的礼遇倒是挺高，都高得有些出奇。他们从来就没有这样对待过我，对我似乎有些什么企图。那他们开出的薪酬一定很高吧？嗯，是很高。可是啊，我不会见钱眼开的。我定居北平28年了，在这里啊。哎，我卖画所得就够我生活的，我不比刚来北平的时候门可罗雀。我现在饿了有米吃，冷了又没烧，这人嘛就贵在知足，能糊上嘴也就得了吧。先生的话，大可学佛了。我临回来之前啊，就那个叫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
叫张道藩，哎，他还劝我去杭州主持什么叫西湖美院。张道藩亲自找你谈话？对，还许了很多愿，说说什么我齐白石这杆大旗一竖啊，哎，就会有八方人士投奔而来，说肯定在南中国打出一片天下，还说啊，中华全国美术会是我的后盾。那您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呢？啊，我只是说，这事儿啊，让我回家想想再定。啊，对了，有件事儿，我觉得很蹊跷。什么事？昨晚啊，我问了三个人，你们为什么偏偏要找我来反对徐校长呢？他们说，张道凡主任对你不薄啊，在这紧要关头，你不会忘了知遇之恩吧？我说我跟张先生只是一面之交，哪来的什么知遇之恩呢？他们说，你这次南下搞画展，都是张主任对你的提携。你说，我都84岁的老翁了，我还要什么提携？再说，我南下的情况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还有这个南京和北平的事儿，它本来是两回事儿啊，可是它怎么搅到一起了呢？还有他们为什么非让我和徐先生势不两立？他们说，他们的北平美术会和张道藩直接挂钩，听命于张道藩。现在什么都清楚了。白石先生啊，你刚才说的蹊跷之事的原委，我以后会告诉你。我现在急需知道的是你的去留。北红，我想定了，我就在北平艺专给你站脚助威了。有我们大家在，不会让你塌台的。谢谢你，做人呐。白石先生上课，青年教师也要旁听，时间调不开的，可以修改课程表。好，这是青年教师进修的好机会。这十几年前呀，我在先生家里就看过他为您出版的画册，我那时对您就是钦佩之极呀。先生，你把我这学生收下吧。哎呦，那怎么敢当哦？哎，白石先生，那三位的课程，你我就给兼起来吧。好，对对对对。要真是这样啊，那就是学生们求之不得、喜出望外的事情了。做人呢，既然北平美术会有组织的跟我们对着干，那么我们也应该组织起来。对，我们要团结一些进步的画家，成立一个北平美术作家协会。好，只有这样，我们的战斗才会更有力量，更有声势。我们要办画展，出刊物，来阐述我们的观点，不仅要把它贯彻到教学实践中，还要在社会上来宣扬。对，贝红，现在可真是今非昔比呀。清平睡了，我刚把他哄着，哎，该吃药了。怎么又写上了？既然他们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文章对我进行攻击，连社会上的画家徐月村、朱培琛他们都被他们鼓动起来来讨伐我，赖而无往非礼呀。我看呐，你和他们都很难改变对方的。那倒是，但是双方都在争夺青年呢，向民众公开阐明我们的艺术观，对提高国民的审美水平也是有益的呀。徐先生，您的信。哟，我看看。谁来了？又是一封匿名信，落款是北平老画家同盟。
有这个组织吗？无非是那几个霸教的人捏造出来的吧。你看看吧，内容卑鄙，措辞猥亵。北平老画家同盟，哎呀，何至于如此啊！进来，别怕啊！恐吓和谩骂，只能说明他们的虚弱。北红，我们还是走吧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走，就意味着妥协，而且不管我走到什么地方。都会有斗争的，不走也行，那你就辞去艺专校长，专心画你的画，不要再卷入那些是非漩涡了，保住身体，多出作品，比什么都强。静啊，说心里话啊，有时候。我也感到很累很烦，有时候也担心自己的身体支撑不下去。可是我又一想啊，如果现在就撒手不管，怎么对得起康有为先生、蔡元培先生的嘱托呢？在欧洲留学八年，得到国家5000多元的资助啊，可以说是受恩匪浅。对祖国，对人民，我要知恩、感恩、报恩；对中国美术的发展，竭尽全力。这条路再艰难，我也要走下去。我知道你不容易，你年轻，没有经历过这么复杂的生活，而我呢，已经斗争了20多年了。吃药吧啊！嗯。啊，你看。哦。电话。哎呀。喂。哦，贝红，做人的电话。说是有急事。喂。他们什么时候举行？地点呢？你马上过来商量一下吧。好。出什么事了？北平美术会要为那几个八教的教师举行记者招待会，在中山公园的来金雨轩。他们真是不肯罢休啊！现在你清楚了吗？这场论战表面上是新旧国画之争，实际上有人在背后提线。哎，那你们准备怎么办呢？我想跟他们唱一台对台戏。哦，你们也开记者招待会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不能主持记者招待会，为什么？难道我们只能听之任之，随他们怎么鼓噪而不还击？你血压高，一激动就容易出危险。回击当然是有必要的，不过不必你亲自主持记者招待会啊。我不出面，那又怎么办？可以找别人代替呀，比如吴作人。做人倒是能够胜任，但是我是对方的众矢之的，关键时刻我躲在一边，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要是出了问题，那才真正的不合适呢。不，我必须亲自去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
方亮，你来的这么早。我每天都提前来练字，今天还准备画几幅漫画，画那几个反虚小丑。阿欧必报，明天又要出刊了。你呀，别练字，也别画画了。怎么了？你把住这几个教室的门，不要让任何同学进来。你看，这每个屋子里都是反对徐校长的传单。是啊，肯定是那几个罢教的人写的，谁放在教室里的呀？那还用说，他们有内应，一定是昨天夜里偷偷散发的。你千万把住门，我去报告啊。好。我已经叫学生把住门，不让任何人进去。现在还有一段时间，趁学生没上课之前啊，我去把传单都收起来。哎，静雯，不要不要，那怎么办呢？人家写了、印了、发了，我们不能糟践他的一份心血呀。可是，一会儿会不会在学生当中引起混乱，助长反对你的势力呢？如果我们这么不堪一击的话，我们就应该卷铺盖走人了，就不要在这儿待着了。人手一份，这是送上门来的教材啊。都看完了吧？传单的作者们在记者招待会后又打上门来了，我看他们是后悔罢教了。原先还可以在讲台上公然宣扬他们这一套，而现在他们只能趁着黑夜偷偷摸摸地把传单塞到教室里边来。他们说我是摧残国画、毁灭中国艺术的罪人。我的罪状是把西洋画法的素描强行列入北平艺专的基础课，来贬低临摹古画的作用。我认为美术家应跟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，研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，研究美术以素描为基础。科学无国界，而美术尤其是天下公共的语言。学习素描是让同学们锻炼精到的眼力，使手服从眼的指挥，把自己观察的感受准确地表现出来，是为了丰富国画的表现力，而不是取代它。至于临摹古画，那当然是一种学习途径，但绝不是根本的途径。美术家既有求真的精神，就要以阐发造化之美为天职。我国历代的美术家都对真景真物下过功夫，王维、吴道子、金浩、沈周、陈老莲等等都是光辉的代表。我绝不是危言耸听啊，如今再不振奋，起而施法造化，寻求真理，则中国虽不亡，美术必亡。美术若亡，则文化顿将暗无光彩，致使日本人成为东方艺术的代表。大家想一想，倘若不幸如此，我们有何颜面以对祖宗？至于国画，我向来反对僵死的模仿古人，而提倡从社会需要出发，来表现人民生活的新中国画。这既非改良，也非中西合璧，仅直接施法造化而已。这样的话离大家并不远，仅从本校的教师吴作人、蒋兆和、叶浅于、宗其香和我的作品当中，就能感受到深刻的内涵和千姿百态。如果你们遵循传单作者的宗旨，那就不必费时费力了，拿着父母辛苦赚来的钱到北平艺专来学习呀，而去一心一意的临摹古画画谱，求的每画一笔都有出处，去做毫无更改的
承袭古人衣钵的孝慈贤孙好了。徐先生，我不愿模仿古人威马足，我们学习先人的优秀传统，但绝不起凌于先人的尸骨。徐校长，希望各系老师把他们的作品拿出来一起展出，供全校同学观摩。好，好。我建议把展览会办到社会上去，一改北平艺专的面貌，一扫北平画坛陈腐的画风。好，好，好。我们在北平做了8年的亡国奴，过够了这种屈辱的生活，这个画展一定会让北平人重新感到振奋和骄傲。同学们，我们要志大才好，自强不息。我们是20世纪的美术家，我们的雕塑应当继续汉代雄奇活泼的风格，我们的绘画应当振起唐代博大的精神，我们的图案艺术要少数宋代的高雅趣味，我们的眼睛要望着世界，望着历史，望着未来，我们要继承先人的遗绪而建立现代的艺术，我们要用手中的画笔取用造化之奇探人生究竟。艺术家就是革命家，救国无论什么方式苟能提高文化改造社会就充实国力了。欧洲哪一个复兴的国家不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着手呢？同学们，别看我们的责任小，要刻苦的从本分上做起。真是烦透了。发生什么事？北平艺专的情况真是棘手啊。不就是有几颗像是罢教吗？雷红他们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哎，罢教，看来这一招失算喽，没有伤到徐校长的半根毫毛啊。就连我们动员的那些北平老画家一起上阵，口诛笔伐都无济于事。是不是派去的人不得力？不然怎么会连连败北？派谁也没用。一个徐悲鸿就更难对付的了，再加上吴作为人他们一些教授跟着一起聊起呐喊，哎，简直伤透脑筋了。哎呀，你也想开一些，他们远在北平，收拾不了就随他们去吧。不行，这块阵地要是丢失了，蒋委员长怪罪下来又该说我们文化运动委员会白吃饭了。哎，别急别急，办法总会有的。抽支烟消消气。什么事啊同弟？张部长，周秘书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张部长啊，你要的名单刚刚收到。哦，请您过目。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好，你去吧。什么事这么急？哎，不光是烦心的事儿，也有喜讯啊。即将召开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，你被遴选为社会贤达的妇女代表了。真的？你看啊。哎呀，你怎么事先一点都没有透露？哎呀，我怕在没有定夺下来之前不把牢。
万一没有选上，空欢喜一场。你知道候选人非常多，竞争非常激烈，很多人的背景都非常可观，斗争可以说到了一种白热化的程度。嗯，这下好了，铁板钉钉了，马上就要在报纸上公布了。哎呀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竟然成了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。哎呀，我父母要是活着，一定是高兴极了，这是我们蒋家的光荣。我首先要感谢那位徐悲鸿大师。哼，你不感谢我，反倒感谢他，没良心。如果他不和我离婚，我仍然是徐悲鸿教授的夫人，我怎么会在你主管的教育部门当复旦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的法文教授、图书馆主任、教科书编委会的编审，成了社会贤达呢？一个徐悲鸿夫人的头衔是万万换不来社会贤达，成不了国大代表的呀。所以徐教授成全我在先，你提携我在后，我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？你真是个鬼灵精啊，真拿你没办法。道凡，你一定为这件事出了不少力。没有，我怎么好公开的为你说话呢？都是你这几年的作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。虽然你从不表白自己，可是我想得出你千方百计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我在跟他分手之前说，我将独自奋斗，今天我蒋碧薇而不是什么徐悲鸿夫人终于被社会承认了。我没有对不起祖宗父母，我没有白活，没有辜负你对我的期待和真情。应该怎么说，今天的蒋碧薇是你一手塑造成功的。哎，你说他在报纸上看到名单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？肯定先是吃惊、意外，然后是不以为然。意外，那才是真的。他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，绝对没有想到我会有一天成了气候。对于你的价值，只有我才能够真正认识到。当然了，你才是我的伯乐。至于他的不以为然嘛，那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。这倒也不尽然，立场不同嘛，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会截然相反。就说这次国民代表大会吧，要制定宪法，这是多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代表大会啊！中共和民盟却断然宣布拒绝参加，哼！哎，所以对于你当选，徐悲鸿先生也未必拍手称快。那是肯定的。不过他们赞成也好，反对也罢，细听尊便。刀把子在我们手里。对于中共，我们已经开始戡乱，民盟嘛，哼，也将被宣布为非法组织，予以取缔。取缔民盟？对啊。你不仁，我自然可以不义。你民盟既然拒绝与我党合作，那我就宣布你为非法组织，予以取缔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哎，你不是说吴作人是民盟分子吗？是啊。北平艺专的毕二三几次密报吴作人的情况。有了。什么？我有了你对付徐悲鸿校长的杀手锏了。什么呀？哎，来个肉菜。我们前厅来我。没事，就知道吃。哎呦，是这样就不脸红了。别生气。徐悲鸿在中山堂的画展规模那么大，参观的人还比肩皆众。我们在水榭的展览啊，规模小，是吧？啊，还没听冷落。哎，小心，你说同样在中山公园，多让人丧气！你们怎么这么无能呢？别说，来。大部
分学生都跟他跑了，啊，老师又倾向我们这边，啊，但凡能够画上几笔，又闹成大叫，这简直是不打自倒啊！哎，这样让我们怎么办出一个像样的那个画展呢？李主任，魏双说的是实情。是啊，现在徐悲鸿在咱们北平市民中的影响力那是越来越大，那咱们三个也是干着急，他没办法呀。凡事要动动脑子，我们的画展也能热闹起来。怎么热闹？没人来看呢。是啊。哎，要不花钱雇人来看？哎，雇人，哎，这是靠谱。我说你们缺心眼呢，就指着上面拨的活动经费啊。把你们的亲戚叫来呀！身边有个三姑六舅的，啊，让他们白看，把你们的父母也动员来。不行不行，他们不爱看，再说也看不懂呀。看不懂没关系，让你们的亲戚朋友进去转一圈，那就顶人次。穷尽造化，探究人生。